这我现在看算是看明白了、啊，莫拉这英雄狗都不玩。 OK， 来吧，各位晚上好啊！打个巅峰了，1300多分了，现在一堆凡人很强啊！我不是跟你们说，几个月前或半年前就跟你说 AP 凡人超强，不是还有很多人反对说 AP 凡人超烂是毒瘤，AP 凡人他妈超强好不好？一堆人就不信呢、欸，野区被弄爆怎么办？哎，那没有办法啦，那你就吃队友兵吧。他如果队友也没办法，那就没救啦，下一场啦，那怎么办？ 这把玩莫拉会不会被敲爆啊？啊，莫拉了啦！装备换下啊！多特嘞！隔离在家才跟得到直播，笑哭了，笑哭了。隔离在家才跟得到直播，笑哭了，笑哭了。哎呦，感谢这个亲大哥70块台币，哎，谢谢你啊！欢迎来到传说对决，点个一技能哦。 莫拉也要阻止吗？应该是不用了。我的莫拉应该是还有点东西的，我感觉。啊？为啥这么坚持吗？没有啊，我没有要玩莫拉了。啊，我不知道玩谁没？啊，我不知道要玩谁就玩一下莫拉。也是没有说一定要玩莫拉，但我就欠玩，你知道吗？这英雄，哎，说来话长。 夸克去帮打，这是对还不对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在我们的野区哦，被录了，行了，没事。好，杀他吧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 几点了？10点半了，还会上市。新药厂玩刀锋，朋友说终于有天才的影子了，爽！新药厂玩刀锋，朋友说有天才的影子了，哎呦，安尼会塞哦。水哦，对了，塔都多打我一下了。下路行不行？不行，被单杀。被单杀呢？帮你收税。你有病呢？ 拿一下，凯撒降临，林多特嘞！哎，我那夸克，要么我们队的不大行，要么对面的超强，你知道吗？红 buff 还有1分多，哎，中兵快来啊！来不？ 哟，怎么又死了？这样不行啊！来啊！好痒，乖乖，这没救了。 杀不死人啊！哭啊！神秘啊！两片招啊！夸克哥呢？哦，跑去吃中兵。哦，哦，哦，夸克哦，不是我，我知道哦。夸克跑去吃中兵哦。哦。 太坏了吧，红呢？哦，又被反了。<笑>那没救了，兄弟们，我只能吃你上兵了。这上路好像还有一波兵哦。
听得上，别怕。哎，还是会被多打一下、欸。哎，拉一下，红 buff 又没了，蓝 buff 40秒，飞这干嘛？欠你钱啊？ 你行不？等连你都不行了，那我怎么可以行？我没了 ，barbecue 了。哎，这装备又给我乱跳！我要先出破阵，他又给我跳出这个石棒。这个预设出装真的是神秘啊！哦，下蛋。 不行呐、啊，这什么鸟预设？那克4000久了，我们怎么才3400？阿兰呢？嗯？哎，不行呐 ，barbecue 啦，莫拉这英雄烂呐、啊，又烂又废耶。这样真的不行。 穷跟我一样穷，不行啊，这是刮痧大师哎、欸，太夸张了啦！讲到怀疑人生啊！我要跟你继续打，我疯了。 莫拉要下来了，海迪尼，拜拜！蓝要出了哦，离开哦，不要对我的蓝有任何的那个笑响啊！在中路应该可以吃一波吧？可以吃啦！ 拉一下，感觉莫拉差不多可以放弃了。这英雄可以丢垃圾桶，等那个垃圾车一起带走。烂了、啊。我方红 buff 还未刷新。哎，这咱们也没野区啊。哎。 还在冷却中，别闹了，先别闹。好，下路被三杀，行了。没事啦，没事啦，问题不大啊。天才帅哥麦当劳吃起来。哎呦，记得浮云大哥500块新台币啊！哎呀，感谢你的欧付宝。 天才帅哥没有啦，你比较帅啦。天才喝酒吗？等我八月开了来让我请一下。喝酒吗？八月开了跟你请假？哎呦，我没喝酒哎、欸，拍谁啦？哎呦，感觉浮云大哥啊，这麦当劳我看今天是不太能吃啊。今天已经吃那个喜酒了，这我有点负荷不了，再吃的话。 谢谢谢谢谢谢，改天啊，过几天再吃那个麦当劳。所以我现在看算是看明白了、啊，那莫拉这英雄狗都不玩，打钉钉哦。那你看那颗拉克罗是数级了，我们几等？12级，经济差多少？差3000，打个毛线啊！嗯，一直紧在这。 真的是打个毛线呢、欸！哎，越塔强杀呀，这！
莫拉这英雄。都这样刷了，还不行，秀没用啊！这英雄狗都不玩，没救了，这英雄。要莫拉了，莫拉死了，烧香吧。